我们今天来到了前端这个站的附近，有一间叫日乃本食堂，我们要来吃松叶蟹吃到饱。还有这个熊熊，这里也是有这种五间套餐的，这里也有这样子的单点。然后我们今天定位的是这个螃蟹吃到饱3800。大家都是来这里吃，可以招待吗？这个是我们预约的位置。我们点的这个套餐的台北后台呢，它是螃蟹的吃到饱，但是一个人会付一个可乐饼。然后你如果还想吃它这些其他的，是它的单点的价格，然后它会付一个饮料。这个套餐是90分钟制的，就是吃完它上的一盘，你才可以再去下一盘。刚刚一人一杯饮料，这是可乐冰丝柠檬沙瓦，干杯。先上了一盘的蟹脚，感觉还蛮大只的啦，看起来不错。哎，它脚其实还蛮长的耶，蛮粗的，嗯，感觉还可以哦。这里有附这种工具，吃完的壳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先来剪看看它的这个蟹脚，对，全部都把它先剪断。OK， 然后这个蟹脚的部分，你那个，你先拿着，你先放着。好，然后你从这个地方给它凹两段，前后凹两段，对，然后 拉出来，可以吗？啊，断掉了，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是轻轻的前后折一下，这样就可以弄出一整条，就是你要轻轻的，不要整个把它折断，就可以拿出一整条，然后不然就往前一点，让它这个孔洞可以大一点，这样就可以整个弄出来，有没有很简单？都来试试看，好，很鲜甜。有那个螃蟹的鲜味吗？有，我觉得不用加调味料哎，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就可以吃。我喜欢这种味道。可是它是常温的，对，常温的。它的肉其实还算蛮肥美的啦，这个价格来讲已经很划算了。剥蟹达人。对啊，小蟹脚都可以把它剥出来。吃到饱的套餐里面会附赠的一个人一个蟹肉可乐饼，酥脆的声音。奶油香很重，但我也吃不出里面是什么。蛮，就是一个味道很奶的奶油可乐饼的感觉。把这个蟹肉剥开，然后放在那个可乐饼上面，就变成名副其实的蟹肉可乐饼。超好吃！我先来吃吃看。超好吃的，但是可乐饼只有一个，加蟹肉炒饭。谢谢妈妈，应该是吗？我们的第二盘来喽，下酱。第二盘感觉也超大只，对。这只超厚的呀。对啊，这只看起来比较厉害。这两只是不同只。哎、欸，真的假的？他们两个是不同只。对，这只看起来比较大。超厚的耶，嗯，超厚的肉。嗯，比脸还长的。对啊。松叶蟹，对对对，那你先把这只剪看看好了。史叔，你的蛮力，快点！太粗了。等一下，这只一定好吃。对啊。好，然后这超大的，然后这个头套是我自备的哦，这边店家没有提供。我来剥剥看这只，从这个地方这样稍微往前往后拉出来，就可以是一条完整的蟹脚。超完整。第二只。可以，这里满满的都是蟹肉哎。打开之后，哇，看这个蟹脚也是满满的肉，哇，厉害的。哇，好厉害哦！我们又第二盘清空，虾饺。超大只，一个人剪一个人剥。哇！噔噔，大串全部剥成功。看看我们的蟹脚们，太豪华了。真的，真的，我们就只能四盘哎。我们居然只吃了四盘。嗯，可以。这是我们的第四盘，这是 last order 了。就是他最后加点也只能加这一盘，这样子有点就是不怎么划算。谢谢各位。
다시다시시는거아내가더잘해요나가나가유튜브가됐어아이쪽에서자오케이자자네도오시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愛いですね。台湾の出身。あ、そうですね。台湾人二人とも。就是老板来跟我们打招呼，就是说我们有在拍影片嘛，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对，这下。然后他刚刚就帮我追踪了，超人超好，那看起来好可爱。你这一次不能拖太久了。对。我们刚刚带上了这个，就是店员给我们的这个可爱螃蟹。よかった。可愛い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可愛。店員刚刚送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它其实是圆珠笔，螃蟹笔，可爱。停下来之后有点饱足感，像直接这样子整口都要吃，超好。因为它本身这个车子其实一定不会浪费食材，不然以盘换盘的话，对，而且会有这个盘子。嗯，这个传说是要攻略性的，其实前面就是先把它拨到盘子里，你只要盘子空了就可以把它换一盘。这样你知道这半小时就慢慢吃就好了。那怎么知道？嗯，如果这样一个人吃两只螃蟹，一个人两只螃蟹的话，3800，这样多少钱？你说3800台币800，然后一个人两只大螃蟹这样，然后一只大螃蟹400，那好像还可以吧？就是没有说超值，就正常。所以目前最喜欢的价钱，嗯，如果说新鲜度的话，那个寿司酒厂会是比较好吃的，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然后都是很大，然后它点餐制度比较好，就是你可以自由使用冰盘点餐。嗯，那这家就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只有从月前吃到的，是，那它也相对便宜。如果你真的是有办法吃到很多，速度又很快，就买，最麻烦是这家。嗯，但是太快了。嗯，你所以是吃两家，我还有另外一间是那个银座八坊，它是有烧肉。哦，那如果就是给你再来东京一次选，一家你会选哪一家？嗯，我觉得要看你想吃什么，因为你说八方菜这种是就是只有咸味，它没有太多的鲜味，它好吃就好吃在它的贝类跟那个烧肉。那这家高，近一点，就是看你想要便宜吃还是贵贵的吃啊？选择性你要多大去多去看。最近就是你想要评价，是评价吃到就是很多吃到螃蟹吃到爽，评价的吃到爽的螃蟹是这一家。所以你如果说小资族，你想要花个少少的3800来吃这个就很 OK。可是你如果说我要花9800去吃那个贵，你一下就差了6000块了。嗯，也是，而且如果食量小的话，建议来这里。不是管那么多种，嗯。或者是不吃生食的人，就不适合去寿司馆。来沾一下这个七味粉，换个口味。天盆辣味螃蟹，非常清淡。这蛮辣的，嗯，但有点盖过那个螃蟹的味道，会有点抢味道的风头，嗯，只能解腻作用。我们的第四盘完食。这里总共有4只粉的松叶蟹，我觉得吃到第四盘就已经有点差不多硬塞进去了，所以好像要再多也没办法。总体来讲，你觉得推吗？嗯，还不错，就是很鲜味很够。吃原味的话，算是 CP 值蛮高的一家店，就是单纯只想要吃松叶蟹的人的话，还蛮适合的。就是像我这样不敢吃其他生食，想要只吃螃蟹吃到饱，就可以选这里。推推，而且店员人很好，赞赞。总共吃了这么多，这边会有饭后甜点，是冰淇淋，算是小小的。今天的总花费是7600日币，就是一个人是3800，然后这边是只收现金的哦，没办法刷卡。今天影片到这里，记得喜欢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